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人物哥，上一次呢给大家推荐牌比狗大米豆的一个视频呢，说好只要点赞超过10000条，咱们就会将那香喷喷的大米豆给极限起泡。但是没想到你们真的太热情，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，直接飙到了10000。那按照约定呢，我只好将这香蜜桃大米豆带去极限起泡。才放了短短的几天，这上面啊就有点像冰山里的触感，摸起来好舒服啊，声音也特别解压，我们来波异常满足。 这也太爽太过瘾了吧！玩是玩过了，但咱们还是要来给它起泡哦。哇，里面的泥感觉有点像千丝泥，看到起泡大法，绝对是你们没见过的全新版本。哎，哎，你们谁起泡也像哥哥一样是软的？ 这起泡量，我绝对是全网第一啊！就问你们，你们谁拉丝能拉得比人还高？卷个巨无霸大花花，都多出箱子这么多了！啊，我简直要怀双胞胎！哇，我一只手快挽不下了，这么重的泥！ 太过瘾了！我要极限起泡到最大！已经完全没力气了。现在我们将它放到盒子里，对比一下之前看它打了多少倍。为什么它一点变化都没有啊？ 我白白消耗了10000多的卡路里，我白白扔出这麒麟币，我还白白浪费了1个小时来洗它。你好大米哥，你过来，你是不是在玩我？